怪怪的，系统局哎、欸，干不行，这把我输了，要被臭一辈子了。垃圾平衡还我脏衣，哇！直接参加比赛抱怨呢、欸。六点了、欸，开扁了吧？看到那个投手先扁。大家都好稳哦。哇！哎呦，完美开局！太强了，继续下去。完了，他刚刚好像只能硬八哎、欸。他退了，好像就输了。哇靠！哦，开多了。欸，他一直回避是怎么样？为什么他一直砍不到他？啊？为什么会一直回避啊？自盲哦。自盲这么久。开盘跟神之爱比，比总积分吗？总积分比神之爱高。哎、欸，完了，好丑，先走了。宿命对决。哎，干你啊！这伤害是杀小啦。正常来说，杰奇这个角色开大对 A 应该怎么可能输的？啊，这个又是杀小啦，我就是伤害怎么这么爆炸、啊？哦呦！まだ強制ではありません。完啦！建明怎么不打球，开始在钓鱼了？为什么感觉每个人都打得赢他，但每个人都很怕他？为什么？发现了，发现了，发现他很废了。Freeze！
哦，爆炸！哎呦，这个拉扯！神战还是零分了，第六名才有一分呢、欸，所以他还是零分。为什么第六名才有分数啊？我现在二十分啊，所以他要杀两个人才会跟我一样。神战会不会今天过后就不玩这游戏了？练了半天，好像觉得自己的投手很厉害。结果这。哇！看他这个好痛哦！哇，他还差一点输哎！哦，哎。先生術の時には広い視野。哦，学捡了一堆超屌的东西。哦，挡了很多箭。完了，张毅要 buff 了。我生气啦！决战张一，完了！怎么没伤害？少し足りなかったかな。哎，我刚刚那个五颗炸弹也太痒了吧！白痴！啊！